好，现在我是在纽约环城区法拉盛这个161街加北方大道这个捞笋火锅门口。今天下大雨，下了一天了。然后呢，和第一直播树新风还有一个美女，然后我们到这个捞笋火锅来吃这个自助海鲜火锅。金山还没有来，哎呀，大家看这个雨下得多大呀！捞笋火锅的地址给大家说一下，我是第二次来了哈，有时候还记不到，160-34北方大道，在咱们法拉盛。他们这儿有免费的停车场啊，我们也是开车来的。哇，一进门是捞笋锅物料理。下雨啊，金山才来啊，姗姗来迟。哦，这是。你车停在后面的是不是？对。他们这儿免费停车，快上去。好，谢谢。点锅底。这地址和电话，刚才下雨外面看不清啊，这给大家拍一下。哇，好丰盛的一桌海鲜自助火锅呀！祝捞神生意兴隆啊！再开分店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Tony， 欢迎大家来捞神火锅吃火锅。捞神嫩牛肉，这个是我们师傅加工好，经过好几道这个工序做出来。这个火嫩牛肉呢，你刷火锅呢，就是说吃起来很嫩，香菇鸡爪这个也非常好吃，是我们师傅也经过加工了，这个吃起来适合那个小孩子啊，中年都很喜欢吃，这个口味大众口味非常好。还有我们这个龙利鱼片非常新鲜，这个这毛肚呢是我们的师傅经过也好几道工序做，这个非常脆，就是说吃火锅必刷的这个毛肚。这是我们的鸭掌，鲜鸭掌，这非常好，这个是非常适合的。这个是那个牛百叶，这个是我们的鲜油肚皮，这个很好吃。就是说，现在虾滑是我们很好的虾仁师傅制作起来，这个很适合小孩子还有一般人都喜欢吃这个虾滑吃火锅。这是我们的海瓜子那个。就是说吃火锅这个刷起来比较鲜，汤增加汤的鲜味。这是肥牛跟羊肉。肥牛和羊肉。这也可以。一个长串。用串肠。温哥华大蟹。这个温哥华大蟹。是我们的师傅今天特别做的。还有这是新西兰的青口贝，它这个非常大，吃起来非常棒。还有这个我们的手擀面。是鲜面，新鲜的面条。这个、哦，你这是猪肚鸡。对。牛油少辣。牛油少辣。对，牛油少辣。是云峰的呢？番茄。番茄比较清淡一些，对吧？番茄什么？番茄养生。啊，番茄养生。哎呦，我需要养生养生。是因为要养生。最近火力很旺。对、啊。火力不旺才要养。你的又是什么呢？是啊。你这个什么味道？我这个也是猪肚鸡。叫猪肚鸡，猪肚鸡汤，猪肚鸡，对。啊，我就是今天我也吃清淡一点，今天因为这两天吃的太辣了。我的是麻辣锅，中辣，然后配了两个四川的碟子，一个香油碟子，一个是麻酱碟子。对，麻酱是没人的。到捞神第一次吃这种面啊，可好吃了哇！这种面你看又细，真的像广东那个细面。啊，还有虾片。我喜欢吃这个。蟹黄了，哇，好肥美啊，鲜美啊！螃蟹腿太大了，你看。螃蟹吃好了。这是手打的虾滑。现在都有时间限制，都不可能天天。昨天不是有些人摆出来吗？给我来点素菜，这个茼蒿太新鲜了。我是第二次来这边哈，就是现在的我们捞神。这边的火锅现在虽然到现在很多地方啊，不管快餐还是什么，因为物价的猛涨，鸡蛋的猛涨，但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从上市到现在为止已经蛮长时间了，差不多一年了。他说哎，金山这边不错，但是我们这边的价格呢真的没涨价。不涨也不涨，老板在这里多少钱不涨，32.88，我们还增加了好多东西。对 ，OK， 这才是老板的风格。对，我们真的，我们真的华人在美国，我们希望就是不管扛着多少压力，我们这边32.88远远不变。我的有一个朋友他是在
纽约唐人街，他也是大老板，他是出山老板。他的老婆那天跟我说，到底现在还是我把地址告诉他，他后来带了好多好多朋友过来。侯局长，你介绍的真的不错。我是希望，老板，我们不管现在物价但怎么涨，油怎么涨，啊，不管管它牛肉怎么涨，对，我们现在就不涨 ，OK， 就不涨，32.88，来。清明价，捞神，对，清明的来捞神 ，OK， 我们捞神一定不错的 ，OK， 好，这才是我们的为华人招商的功劳，鼓掌 ，OK， 也鼓掌一下，啊，捞神好 ，OK， 再加一点，你这一段播出去之后，观众肯定说没喝酒，喝酒不喝酒没关系，当时你该讲话了，该讲就讲。这个温哥华大蟹它并不包括在我们32个帮助，这个是不包括的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你们我好朋友过来，我们特地加进去的，单点，酒也是单点的，酒也是单点的，谢谢汤林老板，大闸蟹是单点啊，酒水单点，捞生火锅越捞越旺啊，越捞越旺，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开的越多越好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贵州话，捞神火锅好吃得很，好吃得很啊，好给力！哎，你的家乡话说一下，捞神火锅真得，真得，真得。普通话就是比较粗鲁的，你话我讲呀，哎呀妈，就是怪怪龙的洞，捞神火锅就是猛，是不是？那吃的我是满头大汗。好不好吃啊？师姐，你看啊，这边真的很好。这爱尔兰的威士忌，对，我上次在飞机上跟他要那个就是，谢谢。南瓜和腐竹，螃蟹大一点腿子，大一点腿子，哇，拉腿哦，哇，不是锅小，是螃蟹太大了，螃蟹很新鲜，还有这个火箭一样鱿鱼，马上升天啊，拉萨的火箭鱿鱼，哟，那升天升天，你看这个毛肚还在颤，对，好鲜呐，啊，我们经常相聚啊。现在我开始来吃啊，这个牛肉非常的嫩，再连那个蘸酱，放个海蛎子、海瓜子，对，海瓜子调一下味道，快做。火箭鱿鱼，快吃了吃了，我们的像生意像火箭一样升上升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好？今天外面下雨呢，所以外面下雨来涮火锅是最爽的。哇，这个牛肉太嫩了，再搞两个。嫩滑爽口，感觉烫个十秒就好。这个山药先下的，要煮的久一点。这个玉米哈，下去吊一下看。哇，谢谢美女。这个虾滑。虾滑。啊，很不错，好嫩呢。火箭鱿鱼，朋友们，像不像火箭？吃了这个，学习进步，生意兴隆。加一个青口，建议你那个螃蟹放点进去吃。我不吃螃蟹。你看这个番茄汤就是真正的番茄汤，真的是。最后是冰淇淋。我们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捞神火锅主要是做自助为主，主打那个海鲜加大量的菜品啊，肥牛羊肉那个毛肚，我们的非常好的毛肚，就是说还有我们的食材都是非常新鲜，就是说我们汤底很多汤底选择所以呢，欢迎大家来这里。我们有场地很大，可以party， 就是说，我们三楼还有包厢，就是说私人，还有各种，还有私人包厢，对年会啊，什么 party 都可以，很适合在我们这边举办。而且你们后面还有停车场。对，有停车场，对，有停车场。这是自助海鲜火锅啊。对，自助，对，32.88，吃到饱为止，包括汤底。煲汤底，还有吃完还有才32，32个包。其他还另外的费用吗？没有了，就是说锅要不要加？锅底也包含在里面了，还吃完还有甜点冰淇淋吃，那就是便宜了。对，
很多东西就是打折，这个多少钱，这还要再加五块钱或者说怎么样的？对对对，我们这个就是说，那捞神真的是适合大众消费。好啊，老板来说一下地址。好，这个地址是16034 Northern Boulevard Flushing 北方大道160-34北方大道。嗯，还可以免费停车。对，还有免费停车在后面。这个是我们的 menu， 32.88吃到饱，包括汤底。嗯。哇，好多汤底哦，六种。对。对，这个菜品。对。哇，菜品也很丰富，海鲜。最后还有冰淇淋吃。哦，还有冰淇淋。好的。嗯，下面都已经很多客人了。捞神火锅锅物料理。就是楼上楼下还有包间哈，适合一些生日 party 的朋友也可以来。